刚刚来的时候是屁颠屁颠一群来的，现在看到没吃了，马上屁颠屁颠走回去了。哈哈，大成功大成功。刚刚问了他名字，他名字叫艾玛，也是个吉普粉丝。非常好的信息，他说一点点还可以，一点点就是自己见量力而行。We can choose to stay in a bubble of comfort or go anywhere right now without a plan, without worries and fears, and without notifications. Just you and your Jeep. You are going to lose comfort and convenience, but you will see the best places, people, and see how little you really need to be happy. Eat, sleep.Jeep, repeat. To all Jeep lovers, this is You Can Be Happy. When the pavement ends, let the fun begin. Yeah. 吉普显示十七度。我感觉20度了吧，应该差不多。大家看左边那个，是在玩越野吗，还是什么？这一小段路开过去的这个很漂亮，跟大家一起看一下吧。拉斯维加斯这种城市我没有太大兴趣，如果正好走过了，大家就看一下吧。不然的话，这种大城市自己来玩就行了，这里信息很丰富，很方便的都。标呢 ，Death Valley。今天晚上呢，准备做一个，做沙丁鱼面吧。今天，好哎，我还以为是小的呢，大的好。哇，多少年没吃过这种罐头沙丁鱼了。本来是想煮的韩国面那种金煮的，这个再加工一下应该不错的。那现在直接就用康师傅用泡的开嘛，那个。中间这段行程我就随便。当时看着方向随便点了，就是大概每天能开多久这么距离弄的，所以挺模糊的，到底怎么走，一会儿倒到哪儿吧，刚刚倒了一家倒不出来，倒哪个能倒出来就去哪儿吧。哎呦，最后一包康师傅，希望这是最后一次要吃泡面。再加点这个酸辣口味。不管他，在这泡几分钟，然后去油站看看买点什么补给的东西。进去几分钟，买了点东西，啊，尝尝看啊。嗯，还可以啊。嗯，面熟了，有点韩国泡菜调味料的味道，然后再加沙丁鱼，一点点番茄味，水量刚刚好。哎，可以啊，哈哈，蛮好吃。啊，这又一顿了。吃完再说去哪儿吧，再想想。应该500米之后就到了。That's Valley National Park。哦，就算进入地界了。
那开了一会儿，唐大叔觉得可能没有什么 campground， 或者可能有吧，但我感觉今天现在才6:40，室外温度9度，不然我们再赶一赶。现在是7:45，倒了半天都不太理想，所以呢咱们直奔卢比坑小道。如果真的一口气冲过去的话，就是要2:03，当然到不了。那今天是不是能开个1.5小时2个小时，然后走到哪儿睡再说吧。现在刚刚超过了3500公里了。经过一顿狂飙呢，又来了一个小城市的感觉了。哇，有酒店的好诱惑啊。大家能看到吗？前面还有小兔子。这个休息区感觉这地方就是给大家睡觉的吧。现在是还差7分钟10点，所以还有4.5小时到卢比坑小道。现在就休息一会儿吧，睡到几点算几点，然后再说。Good night 了，大家早上好，现在是早上4:30，不错，昨天赶得蛮累的，所以睡了一下。这个地方挺好的，很多人都在这休息，过夜休息。离卢比小道还有4.5小时。现在又到了小镇的麦当劳，看能不能蹭网报个平安，已经和外界失联好几天了，今天已经第3天了，还是蹭不到，那没办法了，继续走吧，到卢比肯那边再说吧，继续走。现在再跟大家汇报一下，室外温度-5度，我们往西南方走一点。现在经过这个幽静的小镇，在山上，有点像我们农乡结合社或者像镇。它比一般的小村子好像还大一点。好的，我让买好了。首先豆腐，如果天冷冻了咱就做冻豆腐。那蘑菇它有这种小包装的，最好买这个2块钱，烤也行啊，炒菜也行啊，直接做一块牛排也可以。芝士棒准备烤鸡翅膀，蜂蜜又可以泡咖啡的时候不用加糖了，加蜂蜜又可以蜂蜜芝士。再来这个签子都给我找到，这个好东西。我发现有时候切菜啊，特别像肉那些，我的刀不行，带了一个小的，所以用剪刀，这可以剪。那这个是好东西，唐大叔手这两天呢已经很严重了，当时剪指甲剪得有点短，就很多伤的。这是我喜欢吃的一种薯片，买点啤酒吧。再来青菜部分的话，意大利口味的酸酸的那种比较开胃。那这种的话，大家要注意，所有没有加工的肉类和蔬菜就会便宜一点，所以我买了这个一天喝够。那还有这种冷冻的也挺划算的，他们也比较便宜。这个面包呢，那路上饿了可以拿个直接吃，或者早餐的时候做那种夹的吃。2个大纸巾 MVP 用完了，再补一个。再来红色洋葱可以生吃的，做色拉也可以啊。我还有个黄色洋葱，那可以炒来吃的。这个我选的最主要它的包装，大家看到它可以相对独立的，就不会一下子打开全那个。买了几个 yogurt， 路上也可以开胃。这个蒜呢就没办法剥了，所以它有这种盒子，一小盒蒜，炒菜什么都可以。这也是路上可以吃的，拌色拉也可以。那还买到一个白菜，或者豆腐白菜啊，可以做，或者做个火锅那种。再来我买那一大包的
啊，橙子可能吃不完了，那我怕它会坏掉，我就做这个了。这个我本来拿了一次性的纸杯子，因为我一个盆和那个锅嘛不太好吃东西，后来我发现这个做蛋糕的挺好。 OK， 去结账了，然后就去鲁滨逊小道买了93.7。哎呀，好好吃顿饭再说路。好了，后来想想这种烩饭蛮好，有一点水分，因为炒饭很干的嘛，我觉得蛮好，又很营养。实在太现实了，刚刚来的时候是屁颠屁颠一群来的，现在看到没吃了，马上屁颠屁颠又走回去了，搞笑的。哈哈，大成功大成功，刚刚问了他名字，他名字叫艾玛，也是个吉普粉丝，非常好的信息，他说一点点还可以，一点点就是自己见量力而行。现在已经快天黑了，咱们就不去了。campground 的信息我也拿到了，那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把视频停下来看一下，画着两星的，他画了边上画了星星，就全年开的，现在可以去的。其他一些就关掉了。我找个地方去研究一下，先把住的问题解决了，然后回过来咱们就明天去 Lubic 喽。那我们现在就往这个季节还开，然后离鲁滨逊小道最近的一个 campground。现在我们右手边就是Lake Tahoe， 这边的湖很漂亮啊。然后左边呢，对面都是冰的山，然后就石头山。哇，厉害。Deposit fee 一样的嘛，一样的玩法。先拿一个小信封先。这个业务已经很熟练了，可能对很多人来讲这个天气有点冷了，但唐大叔经过前几天的锻炼，现在已经不怕了。看这个架势不会被我包场了吧。哇，这个地方有可能差不多200个，所以刚刚看那个架势就很多人，如果天气好的时候肯定200个都不够用，现在我相信会有一些人，但是也有点包场的节奏了吧，多少有点包场的节奏。然后咱们就先去找一找，唐大叔已经选好了，74号是不错的。好，钱，74号挺好。大家都唐大叔选这个有两个，第一个离洗手间近，第二的话座位和烧烤炉近，准备就绪。他弄几个东西，第一呢把中午做的炒饭，这就够吃的饱饱一顿了，中午没吃够。第二的话把橙汁，这么多橙子吃不完，那弄一部分弄成橙汁，今天专门买了这个东西搞定。黑着一点辣青豆，然后一会儿做橙汁。没订阅记得赶快订阅了，喜欢这个视频呢记得点赞如果不喜欢呢就不要给我差评了，下面留言。这个视频引出的话题大家可以跟我分享，跟大家一起讨论。然后呢，当然了，如果你住在温哥华或者温哥华附近呢，可以找唐大叔来买吉普支持一下业务啊。广告的话就这么多了，还是好吧好吧。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我是白石木丸唐大叔，我们下回再见喽，拜拜。呼，早上好，现在是7点多一点点吧，拜拜啦。我们要往下一站卢比肯路。卢比肯，几个字都那个了。The Buck Lake Trail。